虽然桂花虐我千万遍，我仍然拿它当初恋啊。没有，我把那个壁纸弄回来了，不是回到原来的地方。所以爱会消失，对吗？爱会消失不要紧，兜里的钱永远不会背叛我。对吧？嗯。哎呀，来个牛窝骨。没，搬家呀，就从外面搬回去了。来个牛窝骨。嗯，真好凉，不，这有啥凉？事实。那这玩意儿以往顾今，自己有孩子肯定先看孙子，才是外甥呢，对不？嗯。那窗帘呢？窗帘你们看的不顺眼，给拆了，当擦脚布了。全会背叛我。我不觉得钱会背叛我，只要我努力挣钱，我身边的人事都不会背叛。所以我要努力挣钱呀。那个是谁的手机？嗯，桂花这样将来绝对是个好婆，跟我有啥关系啊？嗯。我好想吃啊，可惜做的蘑菇整着脸张嘴都费劲。蘑菇咋做？我想把我脸磨成那个抓锥子脸。蘑菇有风险，你也得配呀、啊。好耶，嗯，早就搬回来，没搬回来，把背景给整回来了。牛蘑菇好吃吗？选好吃吗？有想吃这个淀粉肠的网友吗？你关注公屏正在送啤酒的杨胖姐羊脑羊肠春卷肠了。不着急，给它煸成面，它就叫淀粉肠了。其实它就是羊肠。我感觉今天光不显脸白呢。今天灯不是亮的。灯显脸黄，你明白吗？今天是最亮的灯吗？人家你调一下子，再来一个这样的小便便肠。油不油？油，真油。关了重新播的，哎，太难了，真太难了。这个猪吃的，吃的我这个闹的。这昨天晚上还寻思不行定两只呢，定两只我还活不活了？没事，老板，钱还没付呢，咱不付了，不给钱了。王土豆分享分享朋友圈，老铁们，新进来的朋友们，来个这个羊肠包肉，整点辣椒油，嗯。里面包着这种肉，羊肉，而且是那种就是做好那种孜然羊肉里面包的。猪咋了？我用猪当了个封面，然后封面肉太多了，给我违规了。然后现在我就买推广的话，也是直播间受到惩罚，推广被暂停。哎呀，太难了。来，挺好。哼，就这样播挺好。开播几分钟了？有三分钟吗，明姐？嗯，三分钟，两万七千人，可以了。两万七千人，家人们，咱帮彤彤分享一下朋友圈吧。可以不？老铁，剪子没事，他就是刚才猪的事儿。该说不说，哎，明姐，嗯，